我们继续临摹《已莺碑》的27页哈。这一页呢，由于这一页反正这个少了四个字啊，少了四个字，因为它有这个。有空开啊，有空开就是另起，就是这个行，这个竖行另起啊，所以它少了四个字啊，比一般的页里面少了四个字。言之司徒司空，是司通司空府。之，这个我们战隶书虽然是中锋用笔，但是就是说它尤其是隶书啊，它该有的棱角还是要写出来的。司徒司空府。这个"司"字啊，这个"司"字，就《已莺碑》里面这个"司"字写得很活啊，它不是硬拐，它不是一个直角拐，它是一个有弯度的啊。这个弯度，处理的是很好，但是也增加了一个就是临写的难度啊。
司徒。人，这个人字啊，这个人字，跟王字的区别很小哈，因为它这一撇，这一撇的方向非常平啊，角度非常平的一撇。我甚至怀疑，这个古人写的时候就是当横写的，有这么一种感觉啊。
诏书。书，这个"书"字是一个比较长的字啊。这个"书"字出现的特别多，在《影碑》里面。喂，魏啊，魏公子。喂，
今天就写到这里了。